亚洲知名艺人吴建豪的妹妹，也是洛杉矶知名舞者的姚凤凤，将追随她哥哥的脚步前往亚洲进军演艺圈。在临行前，姚凤凤将举行一场个人舞展，吴建豪特别现身，鼎力支持妹妹姚凤凤的演出。 洛杉矶知名舞者姚凤凤曾经获得多项舞蹈大奖，并在2008年获得亚洲小姐才艺冠军。同时，还有一位亚洲知名艺人的哥哥吴建豪。姚凤凤在今年完成了 UCLA 的学业，并准备进军亚洲展开演艺事业，家人都大力支持。因为她想要回到台湾，然后进军演艺圈，那我只能在这里祝福。我知道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路，但是她要走，做父母的只有支持鼓励。 走这条路不简单，非常的辛苦，不过他的意志力跟他的勇气，超越我很多。对他从小就已经非常对表演这块，在跳舞这块，非常的厉害，所以我对他非常的骄傲，然后觉得他一定可以的。 在出发前往亚洲之前，姚凤凤将在6月30日盛大举行个人舞展《凤之舞》，将多年来学习舞蹈的成果与洛杉矶的社区分享，透过具有当代风格的中国古典舞以及结合民间传说的舞蹈表演，呈现出艺术以及视觉上的震撼。她能够学完成这个中国舞很好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surprise， 在美国的这样的孩子当中。这一个晚会主要是为了给她在人生在转折到另外一个。 不同的方向的时候，他16年学舞的成绩想给大家看一看。我们已经差不多准备了6到9个月了，那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个演出呢，给大家更对中国舞有热爱，因为我本身对中国很喜欢。这次我会跳健秀、扇子舞、古典舞跟民间舞，中国都是中国舞。 姚凤凤欢迎社区民众前往观赏这场别开生面的中国舞蹈演出，部分演出的收入将捐助给慈善机构。